别再说，还会回来的，怎么怎么样。我也希望，怎么没有改名字？那天不是说下班要改吗？我把名字改了呀，姐姐阿姨们，我子英的名字是不是叫子英自强不息，对不对？是不是？对，我要自立自强，对，意思就是自立自强嘛。就像这个评剧姐姐说的，如果张浩回来，你会接受的吗？不会，不会。我怎么知道？我这里面还是子英跟张浩，是不是名字改了的？回上。对，我名字我已经改了的，哥也刷，你们可以放心哈。头像可以，头像也该换掉，头像不用换，头像不是他的，头像是我自己的。对，你们刷新去拍就可以了，回来也不要了，对，不要了。回来找你了吗？没有了呀，没有找我呀。一场情景会让你，还有一号未改，都改了的，都改了，说怎么说断就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断就断吧。但是我觉得像现在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生活状态才是适合我的吧，应该可以这样说。我们看见没有，只有你看见没有改，因为你去点击我的头像，然后呢点击头像就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名字其实已经改了的哈。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名字把它留着干嘛呀，是不是？没有必要呀，一个名字又不能当饭吃，对不对？他又不能吃饱肚子。正好不适合我，去歇歇去。那我看一下这耳机呗，你想想。正好他不适合我，可以说。哦，做什么好吃的啦？做的是三个菜，一个是鱼，一个是土鸡炖羊肚菌。然后呢，我们都他们都吃完，他们都在那边聊天，就只有我妈妈还有我。乐，你连鞋都还一个。没有三七，生活充满阳光，生活充满阳光。我不尿吗？你们家吃饭都比较正常，不像好多菜都放在地下吃。我们家里面人多的话呢，会放到地下吃，因为没有那么大桌子，没有那么大桌子嘛。像农村里面的话呢，就是没有那么大桌子。是不是用点美颜了？放点，对，我美颜了。感谢张浩发掘了你。可以这样说，对。喂。对，我们今天才那么晚才吃晚饭，我就只有我妈妈跟我了。然后这个的话有点辣，我有点辣。然后呢是我一个舅舅做的饭，然后呢有点辣，我都刚吃一口我都呛得很。
好多。为什么要说他发掘紫荆？我也不知道。没有结婚，你慢慢吃了，我吃了。什么？嗯。太贵了。老罗是吃的。对的，没有你们的视频，哪里来的那么多粉丝？家里来客人吗？家里面都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家里面的人。和账号没有同居，他的帅吧没有同居。如果说同居的话，那就完蛋喽，那就完蛋，人财两空那个时候，是不是？从一开始我就刷到了紫荆的时候还没有直播，从一开始就刷到了紫荆，那时候还没有直播什么意思？从一开始，从一开始就刷到了紫荆，那时候还没有直播。哦，你是说视频是不？视频是不是？啊，不云堂，你出去吃着点。我出去吃的就那。我出第一个视频是不是？对，就是那个时候你还是在干重活。不管怎么样，要感谢张浩，是他成就了你，没有他的付出，没有他的出现，大家估计也不会认识你。我是可以这样子说哈，我可以这样子说，各位帅们，我没有遇到张浩的时候，我其实我一个人就是在直播了。其实已经，我在一年，就是我遇到张浩的一年前，我都已经就是直播了，就不是说，是张浩。估计我看我怕。有我，妈妈估计你们吃不过，那做客人没？那么脏。什么那么脏？啥那么脏呀？啥呀？哎呦！这话应该反过来说。没事儿，没事儿，各位刷们，因为确实有很多人都是在我跟张浩认识后才认识的我，然后你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话呢，就是在前面就是已经认识了我嘛，是不是？有好坏，都有好的，也有坏的。订婚了吗？没有订婚呢，没有订婚。认识紫荆在先是不是？认识紫荆在先，懂得感恩，运气会更好。很多粉丝都是后来的，对，我也知道。对，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去抱怨他，或者是就是要怎么样，是不是？我觉得我们俩遇见就是一种缘分。不管是我之前都跟你们说过，之前我跟张浩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跟他说过，我说不管是以后就是结局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即使我们俩后面就是在一起不了，我都不会怎么样。对，我觉得认识就是一场缘分嘛，是不是？各位帅们，是不是？然后我都跟说过，我说不管是后面如果说我们俩有缘分，如果说在一起了，或者是如果说没有缘分不在一起，那我们也不要去抱怨对方，就比如说怎么样，我都跟他说过呀。美女第一次见真好，你可拉倒啊，二公子哈，你看我今天都长胡子了。紫荆你可以把名字改了，我们把名字都已经改了呀，各位帅们，我把名字改了哈，还会那么耐心的对待大家的提问。我觉得，我既然要直播，对不对？我既然要直播，肯定要回复你们的问题呀，对不对？我直播开直播就是拿来聊天的，对不对？我开直播就是拿来聊天的。是的，对，保持好心态嘛。
紫英直播才认识张浩的。哎呀，没事没事，我们就不要纠结这些吧。我觉得既然平台给予我们那么好的一个平台，就是那么好的一个渠道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好好去利用它，对不对？不管是你们是因为张浩认识我，还是我是因为我才就是认识张浩，没有，就是不要去纠结那么多，不要纠结那么多。我觉得遇见的就是一种缘分，包括张浩，包括你们跟子英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包括你们也是呀，是不是各帅吗？对不对嘛，各帅吗？对吗？一切会更好。对，没有缘分那也没有问题呀。我觉得对，头像已经换了，你们要把头像变，点一下那个。对，我已经把账号给换了的。向前看，虫子有吗？虫子有是有，但是我不敢卖。子英永远是自强不息，才是女中豪杰。谢谢我们几家阿姨们，真的很感谢。因为我不知道，就是直播应该女性朋友的话可能比较多一点点，各位刷们这样的好不好？我们女性朋友的话呢在一起，男性朋友在一起，然后呢几家阿姨们，我们女性朋友的话呢给子英扣个小一，我看一下。男性朋友，我们哥哥叔叔的话给子英扣个二，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姐姐多还是哥哥多，肯定我们女性朋友比较多一点点，因为子英粉丝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都是我们全是，哇塞，只有三个，四个哥哥还是一个四个男，只有四个男的呀。五个，哇呗，我的妈呀，直播间全是姐姐跟阿姨，是不是？欢迎我们姐姐阿姨们，真的很感谢我们叔叔哥哥、叔叔跟哥哥、姐姐跟阿姨们哈，真的很感谢你们的支持。对，我觉得刚刚就是我舅舅，就之前我舅舅就昨天，不是今天中午，舅舅来这儿的时候，他就是想要跟我说，想要跟我相亲对象如何如何，然后呢我觉得相亲也是浮云，包括男朋友也是浮云，去结婚也是浮云，我觉得挣钱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阿姨哥哥一股哥的俩，除了挣钱，对，除了挣钱其他都是浮云，是不是？姐姐阿姨们居多，很多很多哈，你放个在浮云下。对，挣钱才是王道。北京男朋友，北京男朋友的话太远了，如果说有人要我的话呢肯定去呀。啊，我那还没有卖完啊。等一下嘛，我跟叔叔阿姨们聊下天嘛，你慌什么嘛？你帮我卖了吗？我肯定会帮你卖的。小孩要早点睡觉啊。同事彝族，我希望你越来越好。那所以怎么跟你还可以吃吃八字够。哦吼，对，相亲的话暂时放一下。对，我也觉得，对，我觉得先让自己变强吧，然后呢等到我变强的那天，我可以保护我们身边的人，保护我自己家里面的人，那个时候我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吧，可以，应该就是可以这样说。因为当下的话，我觉得身体的话呢，除了身体的话，挣钱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你就不会难过了。谢谢我们这个裸同胞哈。这啥？孩子要睡觉了。你们家孩子吗？还是什么孩子？不存在被张浩戏弄。哎，我堂哥，你慌什么嘛？你先帮我卖了吗？你慌啥嘛？我不倒出来吧。我到多少年龄？我现在的话呢，23岁。来，你看一下吧。因为我堂哥真的更帅吗？堂哥，你去给哪位？堂哥的话，他现在 你慌什么？我跟直播叔叔阿姨们聊天。你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那质量这么好的。我知道质量好，那是你慌什么嘛？你我说你不慌嘛？啊，扔到这儿。快点吧。你先，快点。不行，扔一个破。你看嘛。你看这个货，我知道货好。哇不，听喜欢听一人制造是不是？
这是什么各位刷们来来各位刷们你们有没有人认识您这手里面拿了什么的我把它倒出来哈唐哥你慌什么我说好帮你卖肯定要帮你卖咦不那么多啊这不多吧这今年你要得帮帮好帮的好的好的谢谢我们姐姐哈来各位刷们这个东西有没有人知道的开了美颜就变成大美女了没有没有哈来各位刷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哈这个东西的话呢紫英的话呢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到两个月都没有收过这个东西了哈这个东西是很少很少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湿养生各位刷吧哈湿养生它也叫花尺参也叫花尺参也叫湿养生哈各位刷吧然后这个湿养生的话平时对于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好东西啊把你我那么多啊我的天哪这不多了吧这个你要怎么卖吗平时就是你就是拿了钱去你都知道的我在手机里面卖的话我卖的价格都很低的哦你确定要让我帮你卖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拿到街上去卖的话一个的话一根都是要卖的十几块钱的对啊你给我卖吗也一次付过一十几个也一次一十几个是几个物料多一些个付过的扣扣些付的你都弄过的多了多么个意思什么这个我没意那我要自己去卖的话我又没有时间我又要带小孩又要干农活哪有那个时间去卖嘛确实街上卖的很贵是不是其实你好不容易回来都是街上我知道卖的贵啊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在那等着卖对各位刷们确实哈因为这个哈各位刷们湿养生我不知道你们真的是就是说有没有不是有没有人哈有没有人真的哈堂哥我的堂哥各位帅们这个是我堂哥然后呢各位帅们哈我不知道你们真的是有没有人懂这个湿养生哈湿养生的话呢各位帅们哈湿养生的话它是一个属于是一个温补的一个东西哈它不像那个小天天吃多了会上火会流鼻血但是哈这个湿养生的话你现在是夏天对不对现在夏天你不管吃一天吃个两三根三四根它都没有一点点上火的哈这个的话呢我刚刚都说你要去给了一个子啊你要去给了小孩去那边耍太吵了我肯定给你受不了就是一根十几块钱肯定受不了别说七八块钱了六块吗六块钱一根六块钱一根啊吧这样子嘛你我们既然把这个东西拿到手机里面来了我们就不要说那么高的价格了也不一出这么的还六块钱还高吗这样子嘛一个三块钱三块啊一个三块钱不是全部给我全部给我收掉吗全部都给你收一个三块钱就这样子说了我아버님우다크다마좀들이분은또생각불안이스부도막내손을모르겠는데이건3块钱我帮你全部都收了对不对你不可能你也知道我平时收的价格我去别人家收我都是以这个价格去收的嘛对不对行吧也你瞅再瞅嘛你脚嘛的我吃也死了我们俩去你俩去我吃也死了来各位刷门哈这样子哈因为这个是堂哥家里面的嘛堂哥家里面然后呢就说今天就是有点麻烦你们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堂哥家里面收的山货哈收的山货男朋友去哪里男朋友跟女人跑了男朋友跑了还给留着视频呀这个是我的自由呀为什么呢这个是我的自由呀四川新创我觉得你们这两个人松本下哈松本下的话呢你们俩是不是有问题呀对不对男朋友跟我分手了他很正常他就是一件人间就是说常识就是说都是自己想长小胡子没有这个是刚刚那个灵芝孢子粉弄的有大有小按重量不可能按根我们这边都是按根去买的按根去卖的哈哥帅们来这样子哈哥帅们
这个的话呢，各川吗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真实就说了解过这个西洋参各川吗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西洋参，也叫花旗参，平时各川吗哈，西洋参的话它称它为是一个的吗什么呢，平时哈我们手麻麻，哎对了，就手麻麻脚麻麻哈，我们这个手什么脚麻木的哈，手脚麻木，然后我们睡觉哈，我们睡觉睡不安稳，就比如说哈，就感觉哈，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哈，手脚麻木，然后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哈绿色的小管管哈，绿色的小管管就是说堵塞了，是不是？西洋参称它为是一个什么呢？西洋参称它为是一个通我们血什么管的一个清道夫，各川吗哈？通我们血什么一个管的一个清道夫，各川吗哈？西洋参各川吗？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的哈？然后呢，平时哈，我们平时走两步路，爬两步楼梯，就感觉哈自己是个小星星，就跳得很厉害，对不对？就比如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很厉害，对不对？就感觉我们整个人的话呢无精打采的，然后呢去爬两步楼梯，走两步路，去菜场里面去买个菜呀，就感觉自己的这个小星星就是要跳出来，是不是啊？然后那个时候哈，哥说不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这个小星星就是说，可能就是没有正常的运作了哈，所以说西洋参的话呢，各川吗哈，西洋参对于我们这个小心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而且它属于是一个温补的一个东西，它吃再多它都不会上火，像现在是夏天，是不是你一天吃个两根，它都不会去上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它属于是一个温补的。什么是温补呢？各位刷们，温补就说哈，你一天吃个两次，一天吃个两根它都不会上火，但是那个小天天的话呢，喝就是吃这个东西啊，吃多了话就说吃多了会怎么样，吃多了这个地方哈会流鼻血，对不对？会流鼻血会上火，然后对于身体的话就是有那种东西，是不是？但是哈，相声各位刷们哈，相声平时我们晚上失眠多梦，九十点是躺上去床上，然后呢11、12点准备睡觉，11点、2点都没有睡着的哈，各位帅们哈，西洋参属于温补，直接拿去吃。然后呢各位帅们哈，然后呢啊不是行啊就不是故事了，然后呢各位帅们哈，平时哈怎么去区别于怎么去看货呢各位帅们哈，我给你们看一下哈，怎么去看货，看到没有？这个的话那个西洋参看到没有，它表面是很粗糙很粗的，就像一个楼梯一样的一个纹路，看到没有？纹路哈，这个外面的纹路越多，然后呢代表它的里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呢，它的年份是越高。然后呢各位帅们哈，来各位帅们看到没有，来看这里面哈，有一个黄色的一个小圈圈，看到没有？有一个黄色的一个小圈圈，黄色圈圈越深的，代表它的里面成分含量是越足的，看到没有，各位帅们哈？所以说我们去看货的话呢，我们就这样子看就好了，就看到没有？里面黄色圈圈越深，代表它的里面成分含量是越足的，各位帅们哈。然后呢，各位帅们哈，一次我们就只需要拿个一根，一次只需要拿一根。就好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成分含量很足很足，一次拿一根，拿怎么样？拿来泡水喝，用热水去泡哈，泡个10分钟左右之后呢，把这个水跟这个肉一起吃了。然后呢，各位帅们哈，平时晚上失眠多梦，睡觉睡不安稳的，这样子哈，拿一根，把它哈含在我们嘴巴里面，含一会儿，它是入口有点一点苦，但是会回甘甜哈，它是会回甘甜。然后各位帅们，平时家里面有孩子在读书，对不对？家里面小孩子在读书。平时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导致就是说老师讲的什么他都忘了，对不对？他都忘了，或者是平时就感觉你们的小孩子老师讲课的时候一问三不知，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记忆力不好。西洋参他可以集中我们的注意力，能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去提神，提什么神？安什么神？平时坐在办公室里面，天天看手机看电脑，然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很疲乏，就是很乏，对不对？很乏。然后呢，就说哈，他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就提什么神，安什么神哈，各位帅们，来这个西洋参的话，子英就不讲了哈。然后呢，平时手麻麻脚麻麻可以去吃，平时就感觉哈，自己的这个小星星跳得很厉害的，就去吃，就是有时候跳得很厉害，有时候跳得很慢，对不对？它是没有正常运作，是不是？去吃这个西洋参哈。然后呢，来各位帅们哈。可以吃吗？可以吃，可以食用那个西洋参，可以哈，可以的哈，各帅们，这是什么参？这个是花旗参，也叫西洋参，各帅们上链接，来这样子，各帅们哈，子英的话呢，20根给你们上车，一根的话呢，堂哥家里面的嘛，堂哥家里面我一根3块钱给你们上，一根3块钱，20根的话才60块钱，60加上平台购费邮费的话就是一起就是。
60。八给不上车哈，来各帅们，对，它是热的哈，它是不是寒的哈，它不是寒的各帅们哈，60、8是20根哈，68它是20根哈，各帅们哈，来准备他们手速跟网速哈，倒数5个数给不上车，你们能拍就有，拍不就没有了哈，能拍就有，拍不了的话就没有喽，来准备他们手速跟网速哈，5、4、3、2、1，来下方白色勾带哈，这个相声是干的哈，是干的哈，各帅们，下方1号链接给你们上了车，你们能拍就拍，不了就没有了哈。试养生的话，紫英的话已经就是有1到2个月的我都没有收到过这个相声，平时身体很虚弱，吃顿饭就感觉哈自己冒虚汗、冒冷汗，或者是哈就感觉力不从心，就真的。力不从心就感觉哈，平时就感觉哈，我们就说想要做件事情，但是我们就只能去想，但是就是没有精神，就感觉没有精神，没有体力，就是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哈，你们要去吃相声，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就比如说哈，自己哈冒虚汗，为什么会冒虚汗呢？是因为你的身体很虚弱，是因为你的身体很虚，所以说你才会怎么样，您才会冒虚汗，各帅吗哈？所以说各帅吗哈？68的话呢是20根，你们去外面去买，像这样子哈，一根像这。张浩他跟我说一根外面市场里面一根哈，各帅们，一根的话呢，一根是外面市场里面的话呢，像成都市场里面一根都是要卖到100多块钱，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话就市场里面它会包装的很好很好，但是它实际它里面那个东西它是没有用的，但是各帅们哈，不要觉得紫英就说用快递就是用纸箱给我们包装的话就看着不太好，但是它实际它里面的药用价值是很好很好的哈。20根的话大概是有100克左右哈，没有了，拍不到啊，没有了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几家阿姨们都说没有拍到呢？拍了2单，好的，我们姐姐阿姨们，我们老粉的话都是2单2单这样子拍的，是不是？对，来这样子我看一下哈，各位帅宝哈。姐姐都是3单2单这样子拍，还有3个人哦，3单哈，还有3单，就是有1个人拍了2单哈，有1个人拍了2单，拿来泡水喝吗？拿来炖汤吃都是可以，拿来泡水喝都是可以的哈。还有最后3单各帅吗哈？还有最后3单，我给你们直接贴库存68。20根，你还要占着库存的话呢，别人就是哈这样子，别人也拍不了，对不对，各帅吗哈？来准备我们手速跟网速哈，没有拍到是不是？下方1号链接还有最后3单，你们谁想要就去拍就可以了哈。3单拼手速拼网速哈，不然的话你们是拍不到的，各帅吧哈。然后呢，各帅们已经给我们上了车，你们能拍就有，拍不了就没有了哈。能拍就有，拍不了的话就没有了哈。下方1号链接哈。下方1号链接给我们上了车了哈，这个是啥？这个是西洋参各帅吗哈？西洋参它也叫花旗参各帅吗哈？西洋参它是拿怎么样的？拿来也是一个温补的一个东西，像现在夏天，北京、上海气温很大，对不对？像我们就是这边，就是成都那边就感觉很热很热，陕西那边呀很热很热，是不是？就感觉那个地方很热，然后呢，平时哈。就感觉哈，自己就是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比如说我的话，老是会怎么样？老是会就感觉发脾气，就是一下子就感觉火冒三丈，对不对？火冒三丈的人哈，去拍这个相声，相声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降什么降什么火哈。哎呀，刷到紫英刷来刷去，老是遇见你，看见你就忍不住进来看看你。谢谢我们这个姐姐哈，姐姐给我加个粉丝团哈，各位帅们，谢谢感谢我们姐姐阿姨们哈。下方1号链接哈，四川农家相声，各位帅们哈。然后这个奶怎么吃？一次哈，各帅们，一次哈，一次就只需要拿个1根。我不看到没有，它里面的成分含量很足很足。它有一个黄色的一个圈圈，黄色圈圈越深，代表它的里面成分含量越足。平时手脚脚麻麻麻，对不对？手脚麻麻麻，是不是木木木的那些哈？平时我们走2步路，这个小星星跳得很厉害，咚嘟嘟嘟嘟跳得很厉害的去吃。平时身体很虚弱，就感觉哈。身体被掏空了，一下子就是没有精神气，精神气没有一点点，就是精神就出去玩呢、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你干什么东西，一点精神都没有，就感觉眼睛是没有力气的，对不对？眼睛是没有力气的，对不对？去拍这个相声哈，各帅吗哈？北京、上海、三亚、广州。天气很热的地方去拍，为什么呢？天气很热的地方人容易去怎么样？容易
烦，人易燥，容易燥，容易烦躁，是不是？相声它是一个温补的，你吃再多它都不会去上火。然后呢，平时你就感觉哈，自己的就是感觉自己的情绪，就是感觉一下子，我跟我老公说句话，我跟我男朋友说句话，或跟我跟我父母说句话，就感觉一下子就感觉哈，火气一旦上来，就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不对？来，各位刷们哈，相声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降什么降什么火哈，各位刷们。而且今天六十八是二十根哦，六十八是二十根，你们去外面市场里面去买，药店里面一根都是要卖到你们十几块钱到二十块多块钱，不低于十块钱。为什么今天六十八二十根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堂哥家里面的一个相声，所以说哈，一根的话呢，我才要给你卖那么低的价格哈，各位刷们。来，还有一个人没有付款成功，我把一个人踢出来哈，哥帅吗哈。来，还有最后一单，你们写上去就是拍就可以了哈。然后呢，我就给你们过价了哈。一次我们只需要吃一个，为什么只需要吃一个呢？因为它的成分含量很足很足，它的成分含量越足的东西，你不需要吃太多。外面市场里面你可能吃那么多都没有一点一点有用，但是你只要一次一天就只需要吃一根，一个星期吃个三到四次，四到五次都是没有问题的哈。然后呢，拿来煮水喝，或者拿来泡水喝，或者拿来炖汤吃都是可以的哈。炖汤、炖汁、炖鸭、炖鸽子都是可以的哈。来，各刷门哈，就给你们过掉哈，各刷门就给你们过掉喽。来，倒数五个数据给我们过掉哈，五、四、三、二、一，来，各刷门哈，就给你们过掉了哈，就给你们过掉喽。子怡越来越漂亮，哎呀，没有没有，到底是姐姐阿姨们夸子怡，然后呢我才会有那么多自信哈。你的头像不改吗？头像是头像，不是张浩的哈，头像不是张浩的，跟他是没有关系的，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各帅吗哈。来，这个相声哈，一次吃一个，一次吃一根就可以哈，一次吃一根就可以了哈。来，就给我们过掉喽。阿妈阿妈不地卡一下，不地个子啊，兄弟不地面姨吗？以盼你弟弟也好帅，是不是？哎呀，没有哈，各位刷们哈，没有，那是你们夸我们，然后呢夸我跟弟弟，然后就觉得子怡你很漂亮，然后弟弟你很帅，都是你们给我们的自信。真的，我觉得现在我走到哪里我都觉得很自信很自信，就是因为你们夸子怡啊，你们夸子怡。因为平时之前的话就是什么子怡有没有甘孜收回来的小虫虫呀，甘孜收回来小虫虫，是不是甘孜收回来小虫虫的话呢，有是有。堂哥在那儿呢，堂哥在那儿，之前拍到了收到了，还想再拍一点，是不是？乌土豆跟乌林甚至可以保存多久？它可以放个一年，乌土豆可以放两年三年都没有问题，乌林甚的话可以放一年左右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喜欢子怡，谢谢我们阿和哈。张浩分手了吗？对，分手了。刚刚也有人在问我那个小虫子有没有，是不是？刚刚也有人，问我，相声没有拍到吗？相声没有拍到呀，之前拍了，我去看了，真的很好，所以说再想要拍一点，是不是？可以的，各位帅们可以哈。相声刚刚没有拍到，是不是？各位帅们。西洋声的话呢，我再给你挂个一分钟吧哈，姐姐。阿爸，你刚刚吃了，又现在又想吃了。我妹妹最近的话就是长个子，然后呢她食欲很好很好，刚刚才吃完饭她现在又在那儿吃。虫子我要，等一下哈，下方一号链接哈，西洋声的话呢二十根，丽云阿姨去拍就可以了哈。刚刚那个男的不怎么样，你也是。哎呀，我那好几个丢了一个。还有意思。下方一号链接，然后呢，相声你们想要就去拍就可以了哈。堂哥，你去帮我把那个，我在甘孜收的那些虫子帮我拿过来一下。好，马上不起头了呗。
虫子你要吗？虫子的话呢，我可以给你们上，可以给你们上一点，但是我不敢拿出来呀，各位帅们怎么办？丽云，丽云阿姨，好的，您拍了是不是？好的，今天拍了，明天给你们发货哈，好吧？虫子的话呢，就是你在那边收了这么好的东西啊？对啊。哇，看着都好大个。来，我给我。你瘦了好多，没有瘦，其实也没有瘦太多哈，各位帅们。一波，我的妈呀，这个小虫虫真的，我的天哪，我们是的爷爷。哇，你看，这么大一个，我操！不好意思，你疯了。